大哥，还不睡觉吗？嗯，城中村能给你这样子吵吗？我们是打工人，你是打工狗，打工坟，那早睡觉啊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嗯，嗯，嗯。不服吗？太吵了，明天不要回家了，越来越吵了。挑食，今天都不愿意吃狗粮，就想着吃我的鸡蛋，像我含牙齿的想咬我。现在还比较小，不懂事，是见谁都敢咬，见谁都咬，手指都敢咬。你再咬一下，你看那牙齿多厉害，不能咬人，叫你要跟着来，叫也不肯跟着来。还听不懂啊，慢慢训练，气死我了，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你看，我操，受不了了，不是我想骂你，受不了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球买了半个月都没玩，现在就自己找出来玩了。
磨牙齿的。对了，等你长大一点有力气了，还会想的。好玩吗？喜欢吗？还没有学会拉尿，自己上厕所，训练一下才行哦。再用点力气把它摇响。扰累了就睡觉了啊。给我拿过来，来。